好多繼續絕對還 The End， 今次翻到嚟就打最後一個嘅天王啦，咁就係打道嘅龍之使者道，而家就打最後一個啦，咁而家回元血咧就會係入去啦，前往下一個，其實都幾易打嘅，因為可能係因為有一周目、二周目嘅關係啦，所以佢冇將實力所有實力就 group 喺一周目度，咁所以就變相就比較易打啦。好 ，OK， 咁為咗打呢一個咧，其實我都練咗隻。雀啦，系啦，其实只雀度就系啦，就系嗰只识飞天嗰只雀啦。我记我都未帮佢整走嘅，系啦。咁你见到龙之波、龙之兔识保同埋飞天嘅，咁佢有个好特别嘅特性就系、是、一个元祖竹啦。咁其实呢一个系改过嘅，正常正版即系、就是、一个官方版咧就唔系祖竹嚟嘅，就系、是、无天气啊，同埋有招叫咩咧？唔记得咗，睇睇下等我睇一睇攻略先。唔系讲我睇维基，自然回复啊。之前回复嘅话就会收回该特性嘅精灵咧，就会自动解除呢一个嘅异常状态。咁其实系冇咩特别用，都唔算话冇乜特别用嘅，都有用嘅系啦。咁啊嚟咗化石飞龙先嘅，咁化飞嘅话我哋先用冲浪先啦，系啦，用清灵翻出血翼飞龙啦佢。咁如无意外呢度系会出个招嘅咩啊翼轮啊，系喎。咁我点样换只碧云鸟咧？佢一出嚟。一用嗰招逆轮，嗰只雀即刻应该死嘅。我都未考，冇考虑呢个问题添。钉应该冇咩用，佢应该所有都飞龙嚟。我上次经过我考虑之后，杠尾应该都唔痛啦嘛。我唔系好清楚杠尾，我唔系好记得啊，因为系唔痛，唔系好痛喎。噴射火焰，唔紧要啊。好，呢度先开保护先，打自己。咁我呢度用龙之波龙收咗佢档先啦。OK， 哈古龙照用啦，哈古龙佢都唔会救我快，应该唔会救我快啦。我谂，因为48咧同67咧争好远，咁我但系速度成咗 1.5， 但系就唔知够唔够佢快啦。系够佢快嘅，好嘢，仲会心添，真系叻仔。化飞就唔系龙系啦，化飞系飞行同埋岩石，所以我哋转翻做鲶鱼啦，跟住用喷木宝清灵反啦，照旧启暴龙嘅系用，应有机会系翼轮，亦都有机会系特攻技啊佢，又系翼轮啦，又系翼轮，咁我边度顶到啊？揿错掣，唔好意思，我唔系想逃跑，揿错嘢。哈鲁加一定唔出得住，因为哈鲁加都系一个战力嚟嘅。咁鲶鱼都其实鲶鱼可以先牺牲咗先嘅，老实讲。咁又出云雀啦，用龙之波浪车落去睇下点啦，或者我哋先保护一弯，都唔好保护啦。保护一弯先啦，保护一弯先。之后用龙之波动收佢档，好嘢 ，good。出翻化飞啦，化飞其实都比较麻烦，因为我冇技黑到佢啦。而家地震鲶鱼死咗，奇异花中岩石咧，中飞行即死咁就系啦。咁即系话冇咩技打嘅，得翻黑老家去打。黑老家又俾岩石黑住，佢争几多只？我都唔知佢争几多只其实。睇下先，雪文呢度出去都系受死噶啦。咁所以我出云鸟先啦，照旧。仲有咁多隻添，保一保护太咩技先？岩崩啦，系啦，冇错啦，岩崩。咁试下龙套识他麻麻痹到啦。最后一个战力，如果麻痹到嘅话咧，咁系一个非常好嘅干扰嚟嘅。麻痹唔到啦，我死咗只。然之后黑老家啦，唯有一雪文咧系充电光速一定唔使用，咁都系头等啦。蜻蜓反。噴火龙，OK， 搞掂，化飞出翻，得，照打化飞，唔够佢快，冇办法，化飞太快啦，哈鲁加用影子球，哇，打唔入，入都入唔到啊，喂，瞓一瞓先，唔好讲笑，起身终止。哇！鲤鱼龙，我的天啊！哇，我快过去啊 ！OK， 试下得啦嘛，赢啦！嗱，继续瞓，乖，继续瞓。哇，冰啊，顶住，顶住，继续，
唔好结冰，哎，唔会结冰，唔会结冰，系啦，因为我烧伤烧伤。哇，冇冇冇冇冇！其实有嘅，有机嘅，系啦。亦都想试下睇下呢个下一个战术得唔得啦。咁我转头再翻嚟打埋，打到第四个嘅天王之后，好翻到嚟啦。咁而家咧就系打四天王第四个啦。咁我哋开始啦。好。OK。龙之使者到参上。咁呢度佢系会用步泳远嘅。咁步泳远呢一刻，我即刻换做云雀，睇下佢睇下打唔打得赢佢啦。系啦。咦，唔系、我谂住出哈古龙喎。龙波动啊！哇，急冻光线啊！我的天啊！点解今次唔同咗嘅？电磁球，哇！唉，仲中埋电磁波添，死两步化飞。有啲难打喎、大佬。咁样嘅话，我哋转用钢料咧，系转用钢料打嘅呢只。系啊，转用钢料打嘅好啲。得，搞掂只化飞，搞掂只麻烦嘢先，转做呢只。佢应该会有阳光烈焰或者唔知道有冇能量球，我唔记得呢只有冇能量球。暴风，哇，黐线嘅招暴风，乜嘢暴风咁鬼劲啊？招技。好嚟啦，血液飞龙嚟啦。咁样嘅话，佢就可能会用呢一个逆轮啦，又或者我唔知佢冇飞行技，好似有冇喷射火焰咧？亦都唔记得啦。试下用奇异花打啦呢度，逆轮啦，睇下死唔死啊呢度。停啊，好啊，停得靓。寄生种子，回一回先，唔好醒住。哎 ，good 啊 ，good 啊 ，good 啊，飞铲效。好，等佢一醒即刻瞓佢喺度嘅。哎呀，哎，好好好好，非常好非常好，唔好醒住，唔好醒住，非常好非常好，唔好死，唉，咁就差啲啦，咁就死咗。好，降尾 ，good， 揸咩？鲤鱼龙，鲤鱼龙嘅话有冰牙、液态尾巴，冰牙同液态尾巴，冰牙、液态尾巴。降咗我物攻啊条友，哇完全打唔入去，我未，喂 good 啊，降咗物防掂，呢度转翻用雪纹打，冰牙得，头得 ，good， 揸咩啊？启暴龙系嘛？启暴龙啊，启暴龙。唯有靠佢云自己打自己哦 ，Hello 家做输出咯呢度，逆轮啦，理应之后用翻用钢料啊，用钢料用呢招啦，佢晕未啊？写得晕未啊？一二八。死啦！咁就我一七三都唔够佢，都唔够佢启暴龙快，因为佢就装咗个专爱围巾，仲要未晕添佢，走先。我一定要等佢晕，佢嗰一下嗱，而家咧就有都有机会赢嘅，就系、是、启暴龙咧要打自己啦，我亦都唔中麻痹嘅影响嘅，呢一度就一定要用影子球啊，打自己啊，哦，玩完。冇办法喺度，即系讲运，除非我升高啲只碧云雀咯。其实升高啲都有机会嘅，系啦。咁我再想试多次，睇下我唔想升到60啊，系啦，因为升60太烦，我要系咁练啊，练一只重。其实之前我练一只重已经练咗劲耐，你见我挖70几个钟，我系咁练呢几只啊，一二三呢三只啊，喺个冠军之后练到劲耐，系啦。咁所以。系啦，睇下打唔打赢，如果打赢咁我就唔使咁急练啊嘛。咁如果下一次再打唔赢，我真系要练啦。好，翻到嚟啦，又我哋又继续开始试下呢一个打法得唔得啦？其实我都预唔得噶啦，不过就比较希望自己试一试咧就。其实呢个一嚟只护旗花都得嘅，护旗花先啦，一护旗花先。
精灵版。哇，喷火龙都会咁奇怪，今次又一定系出暴风呢啊！一定系出暴风噶啦，呢只咁样过唔了啦。但系过了佢有喷火技喎，佢系草技。佢见我系地震碟，要出呢只咁一定系草技啦佢。唉，有头好头痛呢边又。点解今次又唔同咗啊啲嘢？换翻呢只啦系。啊唔系喎，佢应该会用飞行或者火啊火技啦，系啊暴风啦。冲浪暴风剑王先都得其实，佢暴风系特攻技嚟噶嘛，除非佢晕到我啫，如果唔系根本打唔入。系咯，慢慢消磨下啲暴风先，我亦都慢慢回下血先。喂，其实差唔多，我回得唔多。系咯，佢一路扣紧我，逐啲逐啲扣紧咯。不过，好出嚟啦，只麻烦龙。呢只麻烦龙嘅话。出奇花都未必打得，都未必可以顶得住，因为佢一嚟已经系红红地定铲血噶啦。咁嘅话，一系出咗云雀先啦。呢度开保护先，睇下佢开咩先，应该都系逆轮噶啦。开把话大镬，岩崩睇到，龙皮龙套色，马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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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系靓波，龙波动。喂，好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咁佢就玩完啦。其实咁样呢度梗系用翻哈鲁加啦。影之甲杀最麻烦有啦，化飞降鸟，降尾 ，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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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好，鲤鱼龙啊，鲤鱼龙佢有冰牙，冰牙液态尾巴同埋系咪有招龙毛啊？佢唔记得，不过都系要靠尾巴啦。唔好唔中啊！唔好结冰，唔好结冰。得，高达高达高达，结身重建，唔好醒唔好醒唔好醒，唔好醒唔好醒唔好醒，千祈唔好醒千祈唔好醒，唔好冰，唉，即刻结咗冰。佢用冰牙，咁我走一走啦，唯有呢度。转做佢用冰牙，一用雪文打，用雪文打佢。哇，雪文都结埋冰。即系世紀之戰，兩場結冰。Hello 家，影球，哇未死唔係啊話，講笑啊話。哈古龍，降尾，電磁波唔驚。哇唔係啊話，神馬福特噴射火焰，劍王，劍王先，唔好結冰就得噶啦呢度。即系唔好开口中就得噶，其实呢度仲有对只溪波龙，仲边有得打对只溪波龙？啊，瀑布咧，完全都唔同。哎，还咗，哎，好好好，嗱，呢度要醒到，如果唔醒啊就死噶啦，仲埋佢做，仲要打自己添。打自己醒结冰冇啦，醒啦喂，哇三弯啊大佬，啊其实我应该用呢个啊，我太老实啦，我应该用呢个啊，我太老实啦，我应该食果实啊。好，继续啦，今次试多次唔得嘅话，我就练一练啊，还掌之后再翻嚟啦。好，转做奇异花呢度，系啦，喷火龙，鲶鱼，剑王，冇俾佢啊！哇，黐孖筋，会心一击。冇必要打赢呢只嘢啊！冇必要打赢喷火龙啊！我阿老家啦，化飞降鸟啦，惊冇惊啊！降鸟，你唔似会惊啊个样，鲤鱼龙吹粉几种，
唔好结冰，我叫你唔好结冰啊！佢用咩啊？冰技打我啊！降尿先啦、啊，哇都几痛啊！我黐线，水过尾一定打唔通，因为水系半减，照用啦、啊，照用。诶、欸，得啦，打死哈古龙。哈古龙就麻烦少少，因为有降、有冰技、有火技，系咪有十万伏特啊？仲有，好似有十万伏特啊？仲有。咁我降尿一定唔出得，咁所以出晕咗啦。先用保护先，冷冻光线，麻痹佢啊！唔该同我。跟住佢仲要唔喐嗰下先好喎。唉，冇啦。路加奇异花。二花啦，系吹粉吹粉吹粉，唉，冇啦冇啦冇啦，电磁波添仲用，唉，总之一早用呢只啦，冇啦，一招逆轮，乜都死晒，系真系一，哇，打咁多嘅呢下，系咪会心咗头先？不过唔紧要，我哋下次再翻嚟噶啦，系啦，因为我都练一练咧先啦。因为靠五隻都比较难打，五隻入面打晒六隻，即系五打六嘅情况下都比较恶劣嘅，都唔系嘅。其实混雀都有战力有作为嘅，但系佢就唔够力量啦，唔够即系唔够呢一个特攻去打赢佢啦。你睇一四八一三三都算高嘅，不过再高啲啊，应该好打好多啦。譬如你打黑老加争几远，227啊，系啦。我哋下次翻嚟再见啦，我练一练只混雀先，系咁先，拜拜。
我的天啊，居然咁样赢咗啊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翻到嚟啦。唉，有 B 强你真系变强啦！作为训练师嘅你咧，拥有正强而强大嘅心灵嘅话咧，精灵都自然会回应你嘅。咁样嘅训练师同精灵咧都会不断变强，恭喜你啊！通过第一次测试，接下来你都系一名咧中级嘅训练家，唔系嘛？打完呢一个先系中级嘅训练家，真系阴功啊！系、啊，佢讲到咧打呢个四天王咧，佢唔会用全部嘅实力噶。啊，哎，好耐冇见咯，变到我靠咯！通过咗联盟第一次测试真系厉害啦！对于精灵嘅信赖同爱咧，唔会忘记一点点嘅聚积落嚟咧，终于结成咗石果啊！精灵都好犀利啊，精灵都非常信赖你嘅，恭喜你啦！今年通过到咧第一次测试，确实多咗唔少。睇嚟咧，口袋委员会咧对培养呢个中级训练家相当重视啊！今年确实有唔少优秀嘅训练家成功通过联盟第一次测试，所以又要麻烦咧大木博士系啦。好，跟我嚟啦！恭喜你成为咧被联盟认可嘅训练家。OK， 好呢度啊，口袋委员会咧系为咗咧赞助激烈漫长，然后通过第二次测试，成为被成都地区所承认嘅中级训练家。此时只一对精灵嘅温柔同埋信赖，自己嘅强大同埋严厉，拥有住重要嘅嘢，成为中级嘅训练家。而家就记录低你同你嘅伙伴啦。哦，其实我冇谂到我系会赢到啊，因为你知唔知我只嘅地震鲶鱼系装啲咩道具？装紧个护身金币咋，个金币成二噶咋。我谂住打对战赚钱噶咋，系啊，我冇谂住赢到啊，点知赢咗？你知系真系完全系靠奇异化，因为奇异化寄生种子太屈技，加埋佢本身又唔系低特防啦，又唔系低防啦，咁基本上佢食一下，佢应该系其中两只，其中一只可以食到逆鳞嘅，应该有两三只可以食到逆鳞嘅，我队。鋼鳥食到啦，地震鏈鏈食到啦，同埋奇異花食到啦，其餘嗰三隻啊，黑魯加啊，直衝紅啊，同埋呢隻都食唔到啦，七隻鳥，因為黑龍啦，同埋佢又啲防低啦，黑魯加就唔使講啦，更加弱添啦，佢得攻特攻同埋速度突出啫，其餘全部都渣嘅，係啦，血啊、防啊全部冇嘅，咁所以咧，我係原本諗住賺錢去買急凍光線去打嘅。本身我谂住呢个打算嘅，但系好可惜，系已经冇呢个机会，我已经完美咁过关啦，都唔算完美嘅。哇，变咗黑老家个头，好似插住咗喺奇异花度咁。OK， 咁我完成咗呢一个嘅第一个嘅一周目完结噶。咁二周目咧，应该都非常之难，但我相信系非常之难，因为咧佢加到去关东地区，关东地区咧，我睇一啲网上嗰啲嘢都非常之难，系啦，而家开一开俾大家睇啦。好，翻屋企啦。好，好似有嘢俾你喎，有咩俾我啊？好，系嘢俾啊！喂，恭喜你真系通过咗呢个联盟测试啊！而家我嘅朋友大木博士咧揾你帮手，愤怒护野，知唔知啊？李如龙咧喺度咩变异啊？大木博士正喺度调查呢单案，邀请到呢、這个。愤怒湖都一齐调查，但系呢边咧实验室忙到黐孖筋啊，所以咧我想邀请你去到帮手啊，做跑腿，唔该你。